三楼透天厝窜出熊熊大火，现场火势猛烈，伴随一连好几声爆炸声响，整栋民宅全面燃烧，陷入火海。几间货报架起水线灌救，连30几公尺外都可以看到阵阵黑烟。附近邻居看到住家附近失火，全都站在一旁围观。这场火从下午打到黑夜，现场传出噩耗：高龄90岁的王姓阿公被警消抬上担架，按压 CPR 急救，送医后伤重死亡。7日7岁的老阿嬷则是当场失去生命迹象。那准备下来吃饭了，然后我在一楼，我就想说有点饿，我就想先烤肉，然后就3分钟之后，然后就爆炸。这起死亡火警就发生在台南永康，11号傍晚5点多，晚餐时间，屋主女儿肚子饿，想吃烤肉，才刚开火，延长线瞬间爆炸，造成外公外婆和姐姐逃生不及死亡。中秋连假酿成3死悲剧。那燃烧的位置哦，据住户表示，从1楼哦，里面堆满杂物啦，所以造成我们抢救通道上哦，火灾量很大，火势也很大。由于屋内堆满大量杂物，造成警消救援困难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扑灭火势。监视人员进到屋内，厘清详细起火原因。本该是团圆的日子，家人可都不好受。 记者赖冠璋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、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